心意，只来一切是过去，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。谢谢周冠宏，我们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冠宏，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是，在这么紧张的心情下面，光能够稳住呼吸就很不容易、啊哦、那其实你整首歌其实算是表现的还不错了、哦、那我们要讲到忘词这个东西，其实我也是很有经验的，因为有时候你越紧张，你头脑就打结啊，然后你在后台。背了100次，你上台就是会忘记。那所以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是不是让自己想办法把心情调适过来，才是比较好的方式，而不是说一直紧张的要把歌词 记住。你越想记，你越记不住。第一次这样子 solo 这样唱歌，能够有这个表现，我觉得是很不错。那这当然是小小的这个小小的失误的地方，但你还是很就是。很稳的把它顺过去，我觉得这是值得称赞的地方。好，那希望你还是可以保有歌唱的热情，然后找到不紧张的方式，然后下一次能够有更好的表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师。